到十点，不要紧了啊。差不多。啊？我今天中午也没回去，因为我来不及了，中午开会。你要不然那你先走。嗯，没关系。哎，王老娟，你想想看啊，5点半这样的话，我们最快，我要四点半送到你。嗯，没事。这个是最快。我一会儿自己。不是，我是这个意思，要不然的话你先走好了，没关系的呀。哎，来都来了。王老娟。啊。不是。